总，赖总，赖总，找到了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果然很危险。不是的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会玷污你的。对不起对不起。他们说的没错，女人果然是口是心非的动物。不是你。你每天脑子里都想什么呀？我小的时候发过高烧，脑子不好使。你今天这么献殷勤，就是为了那盘子吧？昨天我说笑的，我们之间不必计较。那个盘子不用赔了。啊？真的？我就说嘛，朋友之间怎么会计较钱呢？那从明天起咱们就是好兄弟了。虽然你是我绯闻姐夫，但你要对我姐有意思，我为你两肋插刀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帮你去追她。你这个姐夫我认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喜欢她吗？我就哦，那你忙了一天早点休息吧。不好奇这是谁的吗？啊，我懂，这一定是某位佳人留下的吧？像赖总您这么年轻有为，那爱慕者如滔滔就……可以走了。那我退下了。